校园的感觉。我来这看看哈，他们这学校很有名，叫扯铃。扯铃。看到校长拿在手上吃那米饺，是哈，哇，这米饺好漂亮，好别致的米饺哦。对，下一个。这个米饺，是啊，我们要经过考验才能拿到米饺，对不对？哦。先看他们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校长带我们进来。好，哎呦，厉害来了啊！哦，这个叫贼狼哦，啊，厉害厉害的，来来来，他们表演，看他们表演哈，来。嘿呀嘿，那路啊，安多伊呀那呀，好嗨呀，好呀路啊，安多伊呀那，好嗨呀。不愧是冠军的学校，对啊，你看，在那校长带领之下，你看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有技巧哦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啊，力与美的结合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真的，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玩起来是很累的哦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这家伙！哎呦，接得好。哎，这标应该练好点，我感觉不错不错。你看你看，哎呦，高难度的来了。哎呦哎呦，会有跳浪鼠呢哈。你太绝了吧！太绝了，这个厉害厉害的。两个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交叉哎！哇，赞赞赞！哎呀，婆婆们都吹起来了。哇！厉害厉害！哎呦，我们学校最有名的就是刚才各位看的车铃。车铃。啊，我们的小朋友曾经到加拿大去参加国际。注意看校长的时钟。那我们16个国家里头，我们是后。六个优异的国家，好，所以今天各位来，我们非常欢迎。是是是是。他们今天要考验的，我们也是考验车铃，太好了，请出题。听说考我们四道题目上，是啊，来一道一道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一道是什么？第一道是飞灵细闪。飞灵细闪，飞灵细闪，来来来，请示范。好可爱，你看那个表情。这怎么可能？哦，还用蓝色的眼影呢，哈。宪哥那是绿色吧？绿色啊，你不是许纯美啦，哈。哎呦，这个蛮简单，我来。很难啊。OK， 我来，我来。小朋友，我们给宪哥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像。好厉害哦，太绝了吧！第一关就这么简单就过，简直是看不起我们，太简单了，校长，太简单了。那第二关呢？第二关，第二关，红烧空竹，红烧空竹是什么？红烧空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厉害！谁筋比较软？好，试试看喽。你们两个不要再玩了。在你面前就一起喝酒啊！哎，聊天钉啊，还是要去到位哈。我来了。哎，聊天钉来比一个台北关关长苏金昌，冲冲冲！每次你都这样不烦我。你们你怎么上来？进来了。哇，那刚才聊准碰碰嘞了。来。加油了！他怎么接啊？你看他这么认真，你写的擦鼻棍条，哦，大饼给拉落去。画脚，画脚，画脚，画画画，接接接接接，接接接接。哎呦！哎，你其实可以啦，脚而已好不好？你要再慢一点点。姐姐试试看，我们的名主持人宪哥来测试好不好？喂，阿吉先画的这样嘛？你拿这个这么大，我怎么可能啊？拼了！撤撤！哎，真笑哎，这个太大了，我要那个小的啦。这个还你，还你。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是有难度的，真的有难度啊！真的，我看，
我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是可以的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来，谢谢。来，妹妹，我帮你抓好。大姐，我没感觉。 灵犀金箍棒，来来来，灵犀金箍棒，哦，阿玲哦，啊，要接耶，哦，哇，哦，上上下下这样，来，哈哈哈哈哈，灵犀金箍棒，啊，来到有点像熊精搞啊，哈哈哈哈哈，要耍大字就对。 对哈，真的，你看，你再耍一次，好像一对哦，有没有？讨厌，就是就那有人出山的时候，仗一射一关一对。太爽！喂，快点啊！预备，起！哟，哇，啊，老干老干的呢吼！不要有人，这个差很危险。哦，被 K 到很危险啊！哦，哎呀，恐怖哎！你要让他加油！加油！啊！ 接接接！冲进队，加油！冲进队，加油！安打，安打，全垒打！安打，安打，全垒打！安打，嘿，接插，接插！这个还没成功，好爽耶！哦，哎，这个怎么样？哎，三关了，三关，太厉害！跟这个三姐妹出来，双龙虎珠。 双龙虎珠，哎，这个就是刚那个最难那一招，这个很难哎。还有，碎碎碎。啊，我们要拉这个绳子就对了。对，来来。拉着就可以了吗？拉着就这样。啊，跟人家拉拉扯绳。讨厌。来，先来一颗的。一颗。谁要跳？啊！这个能跳吧？ 奇怪，怎么会跳不起来？怎么跳哈？哦，要放松啊！要放松，一个人放，要放松，一个人放。哎，我放松，我放松，好好，放松再拉紧。哎，差一点。校长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这个太难了啦。对呀，对呀。校长，我跟你讲哈，校长来一次。 校长来一次，哎，对啊，校长了吧？其实我拍谁啊？哦，你别样啊！哦，我原来校长自己都不会了嘛。好啦，我们可以算过关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主要是看他们的表演。好，好不好？表演太棒了！掌声给他鼓励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作品啊？哎，我们的米角车。艳莲香。香莲艳啊。香莲艳。香莲艳。 因为我们这个关田这个地方啊，产很多莲花，对啊，用莲花来入菜，所以有一个叫香莲艳。嗯，对，咱们赶快出发了，好吧？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时光也来凑合，好吧？再次感谢我们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。